近日，演员蒋勤勤晒出一组瑜伽照，照片中她挺着孕肚，熟练地做着各种高难度的瑜伽姿势，看得人目瞪口呆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怀孕的她只是肚子大了，其他地方一点都没有看出来变胖了，四肢依然非常纤细轻盈。今年年初，蒋勤勤宣布怀了二胎宝宝，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她和陈建斌的大儿子出生于2007年1月8日，今年11岁了，如今第二个孩子也快要出生了，真的很幸福。图片发自简书APP， 图片发自简书 APP。 看着女明星的怀孕照，很多人都会感到诧异，为什么她们的身材一点都不走样，甚至好多女明星怀孕了根本看不出来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莫巴比怀孕好几个月的时候还穿着高跟鞋出席活动，真的是太拼了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陈妍希怀孕的机场照也还是美美哒，气质仪态都是满分，黑色吊带裙也有点小小的性感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孙俪怀孕的写真根本美的不像话，优越的身体线条，除了肚子里有个小宝宝，其他还真看不出来有哪里变化了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姚晨挺着大肚子街拍，虽然腰围变粗了，但是小腿还是那么细，太让人羡慕了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。